I'm trying to stay focused, but somehow all I can think of is when you split. I gotta find the motive, play forward, watch every sequence bit by bit. Cause this is my own investigation. I am obsessed with finding out why you Ray TV。大家好吗？我是瑞，我不知道现在这样子大家收音到底清不清楚呢？因为我现在是在户外这边，我们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呢去一个曼谷的艺术中心。哇靠，这边的车流真的是太多了。那我不知道收音收不收清楚，因为这一期啊，因为对，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下来拍这个原因是因为，其实在几个重要的大型的路口啊，像这里，像是石样站出来的附近啊，这边大型路口。地上呢，全部都没有斑马线可以过、哦，都必须走那个天桥，就是大家看到天桥。那我们现在要从这边，我要上去这边的2楼，2楼之后走这个天桥过去，然后到那一边，那一边呢就是曼谷的艺术中心了。这边路上啊，很多嘟嘟车都在这边等着，还有计程车也都在这边。那一般来讲，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在市区搭嘟嘟车的，因为听人家说嘟嘟车的费用是蛮高的，甚至比计程车还要贵。走这个楼梯上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到达这边。那你如果想偷懒一下不想走楼梯的话呢，这一边有一座电梯，它是通往这一层呢，我们叫 M 层，然后下一层叫 G 层，就只有两层楼的电梯。我觉得啊，他们的设计还蛮妙的，在一个大型的入口上面啊，架了这个多层次的活动。他们通常都是上面呢、啊、是 BTS 的两条线，然后呢下面就做一个类似一个大平台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一个呢就是我刚带大家逛的 Seon 的 Discovery 这个百货公司。然后我在猜啊，这里应该算是它大门，因为我刚出几个门口啊。都没有比这个大，这个应该算是它大门了。那你从这边出来之后呢，它就会出到这边有连通道，连通道到这里。上面的话是 BTS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。那这边呢，他们都常常会做一些让人家坐的地方，而且连造景都做得还蛮不错的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它后面的这一栋，这一栋呢就是曼谷的艺术中心。我们等一下去就是这一栋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对面呢还有另外一家百货公司，也是在这边刚好挡住了。对面也有一家超大型的百货公司。那我们先去逛一下这个艺术中心，然后晚点呢，我们再去带大家去逛一下对面的百货公司。这一栋我在猜应该是大型的商办中心，然后底下就是这个 Seon Discovery。那刚刚说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路啊，他们的这种。2楼建筑物啊，竟然是这样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是建立在这个大马路的十字路口上面。这边大马路的十字路口，这个路口超级大的，而且上面有两条线，左边呢这边有两条线经过，然后这边有另外一条的捷运线，然后呢这边是通往刚刚说的另外一家的百货公司。那我们今天就先从这里开始，走吧。这边写的是泰文跟英文的曼谷艺术中心，然后走旁边这边的楼梯下去，抵达1楼。我现在呢还没走到最下面，那从这边拍呢，也就好像蛮有艺术气息的感觉，一些装饰品。然后呢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往前继续直走，来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喇叭好大一个啊。是一个爱心。我在猜啊，这边晚上应该会蛮漂亮的，因为有些应该是有灯光的装饰艺术。然后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进入到这个
他们艺术中心的大门口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。然后呢，这个墙面上我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。它竟然会动哎！我刚刚走过旁边的时候吓一跳，然后它怎么会动呢？它的门口站了两个人，然后它上面写的呢，一个是数字的话是一个是1939，那另外一个呢数字是1914，不晓得代表什么意思。然后呢，竟然里面这边超级大的感觉，有多大呢？带大家看一下天空吧。上面呢，这边是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、七楼，哇，甚至更高，这样大家看到吗？走过来呢，这边是他一楼的空间，那这看起来是一家餐厅的感觉。OK， 不好意思，要更正一下，这一家其实是一家咖啡厅。然后这一家是他转角过来另外一家店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看起来就没什么人，可是这样转过去的另外一家店，几乎是快客满的。然后我们现在上来这一边是他的二楼的空间，有一些艺术的展示，然后还有一些店家这样子，然后旁边好像还有人帮人家画画。那这个画呢，跟我昨天在水上市场看到不太一样。水上市场那个是卖比较可爱的画像的，那这个呢是比较真实风格的。那看起来好像画的还不错，这个老师的功力啊，这个画师功力非常的好。他是这样子轻轻的一撇一撇，整个形就慢慢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上来这边的话呢，是三楼。然后三楼一样，第一间呢是一个咖啡厅，让大家可以坐着休息一下。那接下来过来呢，就是一些店家，然后这边有其他的，这边带大家开过去。然后啊，这层楼开始就会有一些在墙壁上有一些绘画的艺术品展示。那不止这一层楼，我上面的两三层楼都是这样子，有不一样的绘画展示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到达的这边是四楼，四楼一样上来，从这个手扶梯上来之后呢，就会有一家店。那这家店呢，这家店就不是咖啡店，这家是卖冰淇淋为主的店。那我觉得这样设计真的还不错了，就是让人家可以坐在外面稍微稍微坐休息一下。然后每个楼层所贩卖的东西也不太一样。然后呢，大家看一下这边。他们厕所的标识真的是每一间都不太一样，它都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另外还有做一个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祈祷室。这边呢有电视，介绍一下这个是怎么制作完成的。然后呢，左边拉过来，就刚刚讲的每个放置艺术品的地方，然后往这边看过去，其实还蛮多的。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下去还蛮不错的，那再看上来整个就是很活泼热闹的感觉。上来五楼这边呢，就有一些他们这家艺术中心的一个纪念品商店。那五楼这边呢，看出去就是一个大片的落地窗，然后呢对面就是一个 MBK 大型的百货公司。然后这边上去还有其他的展演空间。那你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服务台在这层楼这边，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跟服务台做询问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五楼另外一边的艺术品展示。现在刚好有一台 BTS 的列车正要过去。这边蛮可惜的，它的这边啊有警卫，然后上面的应该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展演，它好像是可以遵照一些拍照，可是它是写禁止录影的，所以呢上面就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咯。
那就是留给大家自己来上面逛一逛吧。哦，这个外面还真的超级大的，对面呢就是使用着 Discover 白公司，然后目前现在是有 BTS 列车经过，然后呢另外一个 MBK 白公司都在这里。A believer. Sometimes I